女生的，我先讲女生的。底下女生在右边这里丢这个位置，啊，丢这个位置，不要给我投篮啊！丢板子，丢上去之后在空中接球，空中接球，这样子来，空中接球，放起来。OK， 这是一个人的。完了，正脚接，再投，下一个，正脚接，再投，下一个。动作，看球一跳。三个一组四个，如果你们要多做也可以，所以有两个要多做一趟，你们这里有一个要多做一趟 ，OK？ 抢啊，要抢到后手，因为这个很适合你们练习的。来，注意看一下，等一下怎么练习呢？我们等一下呢，站在篮下45度的位置啊，然后呢，往上投，就是要甩掉。真的看不到了。好，来，投完篮之后。投完篮之后，你要再运球一次，再换另外一边，不管有没有进都要投啊，都要过去，都要换边，不管有没有进。好，对，开始。投完篮之后，运一次，跳起来，投完篮一次，运一次，跳起来。一定要运一次哦。我们现在是空手而已，还没有运球哦。如果运球上篮更难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空手上篮会的话，哦、你要习惯拿球上篮啊、哦，拿球上篮，这是第一个练习。好、哦，第一个练习还不会上篮的，一两个不会啊、哦。再来，第二个是我们的什么？投板啊，投篮板，然后上来接球。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？第一个，你要知道你出手的力道多大，
太小的话碰不到光，好碰不到反应；太大弹出来，好、哦、这个东西呢，因为是近距离的，可能是连续做，应该是一个人的，个人的连续做十下。好、哦，我们刚刚做的是连续的，好、哦，要不用管那么多，一个人去做十下，这就是大概。我们考试呢，有可能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的，好、哦，成功，成功率，整体的动作，就是一定要做的。这一块一定要练习。再来第三个练习是传球，好、哦，传球我们上一次我们是传完球爬到这边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管了，可是今天呢，在地板上拿到球，要马上拿起来传给队友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球快，速度要快要准。好、哦，如果你平常练习这些东西，慢慢来，拿球慢慢推，慢慢传，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在比赛的时候，你会认真吗？在比赛的时候我会肾上腺素发作，可是我会跑得快，可是我平常练习就慢慢来。你今天就快，你拿得到球吗？跑步再拿起来，你拿得到吗？好，你可能在传球的过程当中，你会传歪掉，或者传不到，就影响你的练习吗？好，这是这个练习的目的。再来，下一个练习就是投篮板、插板运球。为什么要上插板？那是你比较多。插板要瞄的位置呢？就看一下篮板上面有没有四个，有一个方框，红色方框。红色方框你要瞄哪里？它只是一个参考，它没有绝对，但是它是一个参考。如果你是距离比较远的话，瞄的位置不一样。上下来下的时候，头上这个位置的角度，好，它有一个框框让你去瞄准。如果它是白色平面的，你就不好瞄准。是那红色平面的，红色的框让你瞄准。来。瞄右上角，好，瞄右上角，好，第一个瞄右上角，第二个，你看哦，我头的高度也有关系哦，好，虽然我瞄到右上角，可是我头太大力，会不会进？就不会进，所以你的力道你要有，啊，我的力道瞄准的地方都要对 ，OK， 再来，插板之后要做什么？空心进球，如果你插板是碰到框进球的，你就不准。插板还要空心进球、哦、NBA 的球员他们的练习都是每一颗都是插板空心，插板空心，每一颗罚球线都是空心，三分球都是空心。